公主的迷你世界，又是一款蹭着迷你世界热度的游戏，而且这名字起的一看就是骗小女生的呀。游戏的配图呢，我倒是没看出来到底是抄袭了哪个游戏，有点像是我的世界加了材质包。那么先看评论。哎，我的乖乖，这什么游戏呀？这人物丑就算了，我真是服了，睡的房间还有解锁，我真是服了。这个跟游戏封面的画质一点都不一样，千万别下载，是真的没广告。那么在游戏开始之前，假如你能把表情包里的第三个表情带去上学，那么你会带什么去上学呢？这个游戏的开始界面也是非常的简洁啊，就一个开始和一个设置啊，这个设置毫无卵用。那么我们直接进入游戏。哎，上来就是一个广告，不过还好我的手快呀，我直接给他打上码。那么这个游戏呢，一共分为四个房间，让我看看第一个房间啊。进入游戏的转场放两张我的世界图片，进入游戏之后背景是一张我的世界图片，连动都不会动，你就敢在这个游戏的名字中加上迷你世界四个字？臭不要脸。游戏的玩法呢也是非常的枯燥，左边呢有一堆家具，然后可以让你随意摆放在房子的各个位置。怪不得叫公主的迷你世界呢，哪个男孩能玩这游戏呀？另外三个房间呢都需要看广告解锁，我看看另外三个房间怎么是。 2000 years later。 啊，背景都是一样的，那我广告白看了吧。啊，总结一下这个游戏啊，每点一下屏幕就会蹦出一个广告，挂着迷你世界的名字我的世界的图片来蹭热度的游戏，真是差到极点了。年纪轻轻的不学好，对得起你父母吗？